讲一下那个饭店，听说哈世外桃源哦，非常的美哦，不去的人会后悔哦，所以我请他来跟我们报告一下他那边的多么的世外桃源，掌柜。说一下啦，问掌柜不准啦，问他啦，问他啦，他们两个常常自己就跑去了，他不知道啊，你到底跟谁去的，同时上来，哎呦，他常常自己就开车哈，也许也是有带，不要带谁啦，我不知道啊，后面那一句就是，对啦，然后他说真的很漂亮，那边的有风景，对，然后他说听说那个饭店呢，哎，要不然他一间咖啡屋，他每个礼拜都跑去那里喝咖啡，我说为什么？他说因为那个老板娘的女儿很漂亮。所以他每个礼拜都要去啊，都要去参访一下，看一下那个姑娘。那我们知道啊，他是从智利来的啦，智利来的啦，智利的矿工有好几个。智利来的啊，总算被我们发现到他好几个。好了，就是以上都是徐师傅开玩笑。好，来，最后我们要回向啊、哦，回向。我回向给所有的冤亲债主啊，然后我们还是请侯师兄答应见我们师父带领啊，阿弥陀佛。好，那我们呢，大家呢，